坛人才辈出，风云激荡，赌神、赌侠、赌圣先后退隐江湖，尤其是有特异功能的赌圣，他夺得第一届世界赌王头衔之后就不知去向。各路人马个个都秘密练兵，摩拳擦掌，无求要夺得赌王之位。这次参赛的包括有日本的鬼花田、泰国的豪基、意大利的巴之奥、美国的泰森、印度的飞蛇夫，还有非洲的乌里丹都。但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代表澳门的街头赌霸雷泰，他为人心狠手辣，是本届的大热门，各国高手都将他视为假想敌。日本的鬼花田一早就约了雷泰去他的堂口赌一场热身赛。鬼花田先生，澳门的街头赌霸雷泰已经派了代表来了。我鬼花田约他都不亲自来，我早晚要把他全家干掉。那个代表呢？我来了。什么？派个小鬼来？因为我大师兄说你没资格跟他赌，让我来试试你合不合格。我我告诉你，我不跟乳臭未干的小鬼赌钱。对呀，师父也说小孩子不可以赌钱，不过可以赌打手板。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。嘿嘿，怎么样，连我都赢不了，怎么和我大师兄比呀？难道我赢不了你吗？你师父有没有教会你这一招呢？没有啊，这种小把戏怎么拿出来见人啊？是，那你有什么本事啊？你每天玩扑克牌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顺啊？ AK 弹真行动顺。错。哎呀嘿，你见。
就凭你也想赢我？哼！大师兄，乖，干得好。阿泰，世界赌王大赛还没有开始，这些人就想先消灭对方的实力，我真怕到了决赛，你会被人家暗算。我知道，没有人会知道我真正的实力。为什么我永远猜不到你葫芦里卖什么药？我不希望让你担心。我准备培养一个新的赌圣，分散敌人的注意力。到哪里找新的赌圣啊？哎呦，小黑拿回来了！救命啊！小弟今天回到乡下呢，就是因为知道咱们天神村里面每个人都有特异功能啊，所以呢，我准备找几位高手啊，把他们带到香港去，为咱们乡下扬名立万，光宗耀祖。如果哪位真有本事的话呢，后面这堆礼物啊，就随便他拿啊。哦，原来是我们的美女啊。美女啊，你能不能发功啊，把这张牌啊搓成 S 一样。怎么搓啊？就像这样搓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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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之后就变成 S 了。你这样搓一点都没有用。那要怎么搓？我是用这里发功。好好好。真的被人害死了。好哎，怎么破这么大个洞啊？真的很大呀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待会拉屎拉成样 S 给你。我变我也要啊，行。还有我啊，行。傻瓜，傻瓜。老安，算会了，还有东西可以拿。自己随便挑一份礼物走吧。哦，谢谢啊。没了。那说你倒霉啊。没了。走了走了。哦，不好意思打扰你哦。哎，等一等，等一等。干嘛？你会不会？这个是搓纸牌。搓牌啊？不会。看到骰子中呢？不会。那你就是废物了吗？大家都这么说我。干嘛？没道理啊。这村里的人多多少少都会点特异功能吧？你会做什么？我会让鸡生十倍的蛋。十倍？哎，好好。那你能不能把这个钞票变成十倍啊？这个啊。是啊。你真的是。对啊。你真的把它变成十倍了。发财了。这次我们发财了。我决定啊，带你去香港，培育咱们青年一代呢，救救我们老一代，好不好？你骗我。你心里不是这么想的。我心里想什么你怎么知道？我怎么会不知道？你想带我去香港，把你的房子变大，把钻石变大，把你的马子也变大，把你的小弟弟也变大，对不对啊？我说的没错吧？是啊是啊。对不对？奇怪，我想什么你怎么知道的？你碰我就知道了。我现在在想什么？你心里想，现在我可不可以把你的小弟弟变得像燕子那么大？是啊是啊，对不对啊？来来来，行啊，行不行啊？没问题，变二十倍都没问题啊。干嘛了？我的大钞呢？你那张钞票在那里啊。怎么会变成这样的？我变大之后很快就花没了。来来来，我先帮你把小弟弟变大再说了。先不要变了，来来来，先变吧。不要变。
小子，你就不要玩了，我决定带你去香港，我保证你会发大财，天天都有美女陪你啊！快走快走。不行了，师傅，我怕我妈刘大嫂不让我去香港。你老妈我认识啊。真的吗？我去跟她说。因为以前苦练特异功能走火入魔，所以脾气有点古怪。待会你看到他有什么奇怪的行为，千万不要说出来，万一他一生气不让我去香港，那就惨了。哎，你放心吧，世侄，我对付女人的手法是一流的。老妈，什么事啊？哎呀，大嫂，你认着我吗？好久不见了。哎，正好啊，我正在煮饭，那我们就一块吃个便饭吧。好啊。那我进去先拿碗热汤给你喝啊。好啊，等等，哎，汤来了，大嫂，快点，这是什么汤啊？西瓜煮咸鱼汤。咸鱼汤啊，是啊，我待会儿再喝好了。好，那我去把菜炒完啊。好，对不对啊？我妈是不是有点古怪啊？岂止古怪，简直是秀逗啊！哎，我告诉你，做人要厚道一点，说话那么实在就太不上道了。我只会说你这个人很平凡，又不会说我一看到你就会想吐，对不对？大嫂啊，这有什么玩意儿啊？大闸猫啊！啊，大闸猫！你一定要尝一尝的。这只我吃不完啊。那给你换一只小的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哦，对了，大叔啊，你喜不喜欢吃煲仔饭呢？煲仔饭好吃，煲仔饭好吃。那正好啊，隔壁的阿林刚生了一个儿子，我去把他杀了做煲仔饭给你吃。那就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大嫂啊，我这次回来时间有限呢，我是想带阿葛到香港去。阿葛，来走了。大叔啊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你把他带去香港，那我家里连个男人都没有了。放心吧，大嫂，这次我带他出去发了财，马上就回来，到时候姓葛的不就光宗耀祖了吗？我不姓葛了。你不姓葛，怎么叫阿葛啊？我姓葛，叫 God bless you。God bless you， 谁帮你取的名字啊？是这样的，我生他的时候难产呐、有个杨神父啊，就帮我接生啊。生出来的时候，他一见到他就说，哦 ，God bless you。一说完，他掉头就走了。大叔，这个名字好不好听啊？好听啊！哎呀，这个神父还真是好心呐、儿子啊，你一个人到外面去人地生疏了，身边要多带点钱才行啊！这些呢都是妈平常省吃俭用存下来的，那你全拿去吧。妈，你自己留一点嘛，我一个人用不了那么多。妈都几十岁的人了，用不了那么多钱，你全拿去留着自己慢慢用啊。那我就收下了。大叔啊，什么事儿啊？咱们可都是老邻居了，这回你带阿葛出去，不管怎么样得给点安家费才说得过去啊。这是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大嫂啊，这里有$30,000，你先拿去慢慢用，财不可露白，你收好啊。你当我是白痴啊？这明明是卫生纸，哪里是钱呢？这种才是钞票。就是啊。我这次没带这种钞票，你先拿这种用用看啊。这个也可以，脱下来脱下来。不行，大嫂，你太狠了吧？我哪里狠呢？再不然待会给你们两匹马，让你们骑一出城去嘛。那还差不多。大叔啊，我们家阿哥很机灵，不管什么事啊，一学就会。最要紧的要好好的教导他。妈。你要保重哦，你要乖乖听话。我知道。最重要了，带个媳妇回来。走啦，驾！你跑什么跑？比我快啊！当然了，我就是香港之星啊！驾！香港之星啊，快跑，快跑，跑慢点，把他杀了喽！叔叔啊，这里就是香港啊！是啊，是啊。叔叔，你怎么了？晕船呐、都是因为你这臭小子，不然我怎么会晕成这样子的？真是。我说有晕船药，你要不要啊？哎呀，老大，你怎么不早说嘛？搞什么？叔叔，这什么？好紧的、我来帮你弄。你怎么弄的？就这样啊。臭小子，其实你会很多特异功能，偏偏就是不会搓牌。我不会搓牌。
我有空啊，带你去看看香港的风土人情。但是有个忌讳，你要记住，以后呢只能叫我叔叔，千万不要在前面加个三字，知道吗？就是不能叫我叫你三。嗯知道了，不能叫你三叔。哇哦，这是什么功夫啊？少林一阳指。叔叔，你弄出一个洞来嘞。是啊，很厉害吧？里面有个钉子，你没事吧？大人躺在地上起来了，哇哦，好大哦！叔叔，这什么地方啊？哎呀，立法局啊！哪天等你发了财啊，这个里面就有你的位置了。那么容易啊？本来很容易嘛，只要会吹牛就行了。哎呀，叔叔你在跳舞啊？那你为什么会抖啊？这个呼叫器会震动嘛？哦，会震动啊！是啊，那叫呼叫器，现在香港连小学生都有。啊，这个就给你了。现在怎么不震呢？哎，关键就不震了嘛。哦。哎呀，这块石头好像乡下的旧姻缘石哎。哎呀，对了，我老妈跟我说过，阿葛啊，你人到香港看到姻缘石啊，一定要拜呀、啊。哎，叔叔，走啊，我们去拜姻缘石，去拜姻缘石了。叔叔，走了。姻缘石，求求你保佑我阿哥找到个好老婆，带回家乡见我老妈，结婚生子。还有，脚要大大的啊，不，鼻子要长啊，不，脚要粗。哎呀，反正啊，是个女人就行了。姻缘石，拜托你，一定要长得漂亮一点，拜托你啊，姻缘石，多谢了姻缘石。哇，姻缘石还真灵哎，一拜完就看到了。曾跟你将雨丝轻轻放在，他在看我啊。雪上和你梦，不会在等我吧？红叶飘起，风和夜幻象。曾跟你听潮和浪拍在沙上。走吧。你上哪去了？豪记的货。你抢走了豪记的货。上车了。我一生的幸福，你做梦也太早了吧！啊，叔叔带你去吃西米露。你想用一碗西米露换我一生的幸福啊？不去。你到底吃不吃？我吃三碗。Q。哼 ，Q。快点打吧，好兄弟，你这么老实，我打牌喂给你吃。真的假的？今天非赢他三五万不可，要不然老爸的医药费就没着落了，他就死定了。我不能输，打四级点吧。哦，你的手好冰啊，是不是摸到一副大牌了？最好是大四七万，我儿子还需要五万块才能够医好心肌症，我绝对不能输啊！赢买鱼的。
个五万，您七公五万，总共是十万。今天晚上又给左右又报了。哎，牌是用打的，不是用看的。哦，七万。哎呀，气死了，我狐狸。啊，你没搞错啊，七万也敢打，为什么不打七种给我啊？真是，人家包干你个屁事啊！七条，总统府。哎，我胡了。哎呦，我大三元，我大四喜啊。我十三元，我快点给钱给钱了。东，哎，东我要。啊，叔叔怎么办啊？输光了，没有筹码嘞。你自找的，乱打牌让他们赢钱，我是无所谓啊。不输不赢，最后一把了。哎。桶条万，牌这么烂怎么胡嘛？一桶，哎，一桶，我胡了，嘿，小小屁胡，嘿嘿，哎，不是屁胡，哎，是地胡啊，啊，有十台，多少钱？输了不都赢回来了吗？叔叔给钱。哎，达叔，你怎么输的都晕倒了？不是，他只是有点累，睡一下就好了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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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叔叔，你生病了？哎，是啊，哎，不赌博我就会生病啊，一输钱就会没命啊。你这样就不对了，我们大家都是年轻人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以蓬勃的朝气来面对伟大的人生。嗯，叔叔，有人找你。谁找我呀？哎呀，东哥，哎，东哥，哎。你怎么会有我家里的钥匙啊？我懒得每次按门铃等你开门，我佩服钥匙不行啊。行啊，当然行啊，东哥怎么做都行、啊。你欠我的钱到齐了，还不还？哎呀，东哥，哎呀，我最近病得非常严重啊，你就可怜可怜我几十岁的老人家吧。既然你已经快病死了，就把你的心肺割下来陪我吧。哎，东哥呀、啊，我老实跟你说，我的五脏六腑都烂透了，你拿去也没什么用啊，东哥。叔叔，这里流行割人体器官拿去卖啊，我还有在我们乡下才有啊。你的侄子？嗯。哎，对呀，叔叔还没提到你贵姓大名。挺结实的。哎，嘿嘿，就把他的器官割下来陪我。哎，不行啊，他是送便当的，哎，他不是我侄子。哎，小子，送完便当赶快走了。哎，快走快走。叔叔，你干嘛眼睛一直眨呀眨？是不是有沙子跑进去了？哎呀，叫你走你就赶快走啊！我帮你把他吹出来了。别想走，把门拉下来，砍死他！这条臭就围起来了。东哥，你大人有大量啊。如果说你真的要割的话，你就割我好了，你不能割他呀。他是小弟弟啊。他是小弟弟，他才是小弟弟。那你是不给我面子了？给你大头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叔叔，你头上怎么有红红的东西流出来啊？啊？刚刚来过，怎么又来了？不是一个月一次吗？他要打你了！哎呀，快跑！哎，世侄啊，干嘛？你怎么过去的啊？我有特异功能啊。那你怎么不带我一起过去啊？不行，只能我一个人过来了。那你是不肯帮我了？把他的器官割下来！哎，哥，世侄啊，哎，你要撑住啊！我马上回来救你，你要撑住啊！呀，这是你们家来打架的书？没有了，只有这本啊。啊？蛇猪。叔叔，你不要怕，这里有我，我已经学会怎么打架了。哎呦，这本书实在好有用。
用哎，应该叫每一个家长啊都买这本书回去教小孩怎么样学武功哎。你是什么人啊？啊，你不认识我啊？哎，我好怕呀，我什么都不记得了，我世界第一。少装了，你以为我是白痴啊？哎，不要敲我头啊！叔叔，请把头给包好。什么魔童啊？没什么。哎，装死是不是？不要再打了，你不要还钱就是了。不行，我要你赔偿我金钱名誉上的损失200万。我不能决定，我带你见大姐的。去就去，我才不怕什么大姐大。我最好再去买一本漫画书放在身上。告诉你大姐大，风靡千万赌徒，影片《神港澳台》横扫沙田马场，人称不败飞龙的登台了。My name is God. God bless you. 大姐大，快救我！救命啊！闭嘴！你丢我的脸还丢不够啊！你就是赌圣，赌圣不是左宋生吗？所以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代赌圣换赌圣，你太落伍了。是吗？豪鸡，泰国赌后豪鸡。那你一定很会洗泰国浴喽。各位，今天这里有点私事要办，暂停营业，不好意思啊。好，下次再来玩。好了，我们先走了。不知道阿东哪里得罪两位了？哎呀，提起这个臭小子，真该死啊！叔叔，我以前向他借了点钱，10年不到他就跑过来催我还钱，不还了他就要杀我，把我开膛破肚。还有啊，我叔叔两个去喝茶，他也不请客，有马子嘛也不替我们介绍，你说他是不是该死啊？是不是该死啊？不知道两位要怎么才肯放过阿东呢？哎，你讲。哎，狠一点。狠一点。除非，你表演吞金鱼给我看。那个笨蛋，乱讲话。哎，我来跟你说。除非呢，你赔偿我们200万，作为我们心灵跟面子的损失。还有啊，就是帮我们每个人马两截。哦，那就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领。变身！有个姑娘叫她。是你的本领。哎呦！别动，我开枪了。世侄啊，快看如雪怎么把枪抢过来啊！我讲话。这本书没有教他怎么样抢枪，就教他怎么抢球。哎，哼，你自称赌圣，一定有两下子。好，如果你真有本事赢得了我豪鸡，我就放你们一马。要输了呢，你们就都把机关割下来。你给我闭嘴，再啰嗦我就割了你的舌头。那你到底想要赌什么？我们每人猜一次大小，猜中就算赢。我一摇到让你猜出来是几点。我猜到一点都没有。不可能，你怎么会知道？这粘在我脸上。拿回来，还有一粒呢。
你问呀，几点？三四五，十二点大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不开钟，我就开枪了。哎呦，哈哈哎呦，好哎好哎，厉害厉害，恭喜你啊，姑娘，你猜中了本次的大奖。我告诉你是什么，催台金 CD 一张啊。我回去拿个点，走，我们很快就回来了。你别想走。哎呦，对不起哦，我眼睛不好。我撑得住。啊、哦，我忘了带家里钥匙，下次再拿给你啊！不是要再猜吗？现在轮到我的。猜，大还是小？你不是一定要碰到人才能猜得到对方心意吗？嗯，用隔山打牛吧。放给子宫要细长的功力，我脚都软的了。猜不到命就不保了。好吧。哇哦，三个六。哎，什么？三个六，厉害！我用巧劲让骰子跟钟只撞击一次，这样你都听得出来，佩服。当然了，你以为在骗你。你有这身赌术，世界赌王大赛一定会再见面的，请。那我们可以走了，真麻烦，走了走了走了。顺直，你怎么了？快去救人了！去救人！救人！救谁啊？不，这边，走这边，走这边。整个香港啊，我们都找遍了。你到底想找什么东西啊？我不知道啊。不知道怎么找啊？大锅子，哎，就是他。哎，停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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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这里。等等我。你中呢？等等我，还没跑那么快啊。是谁？我跑不动了。姐姐，我想去买雪糕。哇！哇！这个好厉害啊！你不要去吃什么？阿泰啊，你一天到晚都躲在屋子里，只有到了晚上才出来走一走。我抢了豪基那批货，他现在恨我入骨，我不得不防他。这里我们连来三个晚上了，明天晚上不能再来。你不觉得这种亡命江湖的日子让人提心吊胆吗？拿好啊！啊！没有大风大浪，怎么会出角龙呢？只要我赢了这一次赌王大赛，那么香港、澳门、美国甚至澳洲，所有赌场的生意全都以我马首是瞻了。你答应过我，赢了这场赌王大赛之后，就会像赌神赌圣那样退隐江湖。你别傻了，到那个时候我赚了大钱，你又做了世界赌王夫人，你就威风了。我只希望过安安乐乐的日子，我不要每天晚上都从噩梦中吓醒。跟你讲话真没意思。
已经看到雷泰的女朋友缘分。先杀了缘分，再杀雷泰。知道。啊！咦，小心那个小丑！好。真不好意思啊，我不让你自己人，不好意思。你滚开！好啊。哎，撞车了！快放我下来！哦，阿泰，阿泰，好香啊！阿泰，你没事吧？哎，大哥，大家都是年轻人，你怎么会不讲道理呢？刚才那是交通意外。你走开！不管我的事，滚开！你不要靠近我！是人，让开！谢星辰，你伤不了我的。阿泰，这事真的不关我的事，我帮你看裤子有没有破。男人最讨厌就是裤子破。你快点走了。你不认得我了？不知所云。上联不知所云，下联对什么？姐姐，有人来了啊！他们火力这么强，怎么办？灭火。他去哪里啊？我帮你射他。没有用了，只剩一颗子弹。要不试试看啊？My name is God. God bless you. 你把这个枪，姐姐是他把枪变大的。你要是喜欢就拿去吧。哎呀，烦死我了！哎呀，好啊，真是太好了。你怎么你不认得我了？如果你不嫌弃，到社下好好聊聊，一起研究怎么赚大钱。哎，可以呀、啊！哎，不过我开的条件很高啊，你是不是真的老大呀？我雷泰不是老大，还有谁是老大？啊，雷泰，哎呦，好厉害，雷泰啊，澳门赌圣啊，很有钱的，家财万贯。师妹，人家救了你一命，你也该请人家吃顿饭吧。你请我吃什么我都高兴哎、啊。赌圣先生肯赏脸吗？叫阿葛就行了。嗯。小心！我来是在搞音呐，嘿嘿，嗯。
你没事吧？哎，不必道歉，别碰我，离我远一点 ，OK？ 好啊，雷神，我闭嘴，不要叫我小心。我是想告诉你小心点，你又不让我说，哈利路亚！哎呀，这吃的好胀啊！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古董啊，这流星锤是圆桌武士用过的。流星锤呀、啊！哎呀，世侄，不是这么玩的，让叔叔耍一下。哎，小心点呀！看到没有，也这么耍，要不要试试看呢？啊，好厉害，好玩，让我看看。哎呦，我表掉里面了啊！我帮你拿，快点拿出来啊！啊，怎么了？卡住了啊！我手拔不出来啊！你完了，拿不出来。姐姐最讨厌人剁手剁脚了。出来赏月。啊，这么快就吃饱了？嗯，其实我师妹很仰慕你，有空的话大家一起聊一聊嘛，啊？好，我也喜欢跟她聊聊天，沟通沟通哎。啊，蟑螂啊！不要怕！哎呀，这花瓶一定是假的，假的！是古董，古董，宋朝古董啊。不可能，一定是假的。宋朝那么久啊，这个花瓶你比石头还硬，你知不知道隔夜的面包都可以硬到拿来丢死野狗，何况是花瓶？你被人家骗了。是啊，我被骗了。对，这是假的。哎，看我的！哎呀，不要怕，以后有我在，包在我身上，只要有蟑螂老鼠啊，你喊一声，我马上就出来把他们打到血肉模糊，变成肉酱，连他们死在你面前了，好了都是快快乐乐的。我帮你拔出来好不好？好啊。哎，雷先生，哎，我们谈谈生意吧。我们两个决定帮你参加世界赌王大赛，赢多少钱呢都是二一天作五，你一半我一半。错，是我一半，我市值一半，你自己再想办法吧。另外，每天给我们$10,000买槟榔吃啊，对不对啊？你吃了蛇肉，蛇肉嘴巴这么臭。哎呀，他说我吃蛇肉，啊、吃蛇肉。哎呦，你又怎么了？是他嗅到了。市值啊，我们不要理他了，我们走了，走了。给我站住！哎呦，阿达呀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这么大人还这么小孩子的呀？我平常是怎么教你的？每次带你出门都跟我丢人。哎呀，你好都不学，跑去那边吃蛇肉，叫你念书又不念，整天游手好闲又好吃懒做。今天有这么多好吃的，你偏偏跑去吃蛇肉。我警告你啊，臭小子，你再这样的话，我就不理你了。不要，我要吃海盗船。好啦啦啦啦啦啦，明天买辆飞机给你吃。嘿嘿，说说你的手表 哎，我的手表，哎，雷爷还给你。不要了不要了，把它丢了吧。大师兄，这是古董啊。古董我也不要，丢了它吧。好，要丢掉是不是？呀，飞刀手陈奕兴，这一球就把你三振出局。不要管我，你们不要管我。哦，好，别管我，我自己要救护车。你这个人可真是个破坏王。我姐姐，你千万不能跟他同个房间啊。我知道，是他跟你同一个房间啊。啊，我完了。什么东西啊？哇，缘分。我睡不着，想找一个人聊一聊。你找我聊天我就不想睡了，你要陪我聊天吗？是啊。那你到我床上来聊吧。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我决定一早就拿气球来送你，这些都是我做的。小狗狗，小天鹅。哇，好像啊，真的好漂亮啊。你太夸奖我了。你还会玩别的？会啊。我爱你，我好想你，我爱你，我好想你。
是啊，我会作曲。哎，教我个气球好吗？这不是在做梦吧？你干嘛？你什么？你这个 Michael Jackson！ 哎呀！小妹的 Michael Jackson 在哪？你除了会把枪变大以外，还会什么特异功能？看穿纸牌。看骰子。不会。那你会不会像以前的赌圣那样，只要搓一下纸牌，就可以把牌变成另外一张？不过我会啊，看穿你的心，只要用我的手碰一下，就知道你在想什么了。哎，来，吃点东西吧。那跟纸牌有关的，你会不会啊？纸牌啊，会啊，你要我什么都会，我试给你看啊。纸牌，咦，这是一张蛋，一张 K 啊，嘿嘿。好色，我才不好色呢，我亲你。不要，在那里，好，就是他。哎，泰哥，早，你早啊，你来。想不到赌圣长得这么帅。你好，比你来我帅多了。他就是帮你报名参加世界赌王大赛的人，以你的实力啊，一定可以代表香港。不过我可不可以不要代表香港？我比较喜欢常州哎。叫你代表香港，你为什么要代表香港？不能得罪他，你会倒大霉的。我就不相信他敢动我。来啊！如果他对你好的话，你会更惨。你千万不要对我那么好，你对我尽量凶一点，知不知道？但是，不要担心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如果有20个要砍我，你千万不要来帮我；有女人来强奸我，你也不要去报警。不过，不要不过了。总之啊，你不要对我太好，知不知道？知道。那么香，考什么？嘿。我们现在在探考屁股，考谁屁股啊？考你的啊！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？切！你自己说叫我不要理你的。我早就告诉过你，现在风水轮流转了。那从昨天晚上到现在，这是我第一次逃过一劫。哇，这么帅的姿势啊！第二届世界赌王大赛今天是第一天初赛，各国代表都到齐了。这次可以说是一个赌坛的世界杯，海赞你认为呢？根据英国外围公司出的盘口呢，还有日本山口组开出来的黑市盘口啊，大热门呢就是来自澳门的赌霸雷泰，2倍。第二热门呢，是泰国赌后豪基的1赔4。还有就是印度杯神父的盘口，那就有6倍了。啊，对了，我差点忘记介绍一个异军突起的呆瓜黑马，他叫做蒙面赌圣。蒙面赌圣 ，God bless you。而且呢，他居然还代表我们香港出赛呢。哎，他们出场了，他的赔数呢是4倍半。叔叔，你刚跟我说什么？走路要帅一点。哦 ，Shut up you。哎，叔叔，我的名字叫 God bless you， 不叫 Shut up you。哎呦，我他妈掉。泰哥，在这里。哇，泰哥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对不起，我们是故意的，泰哥。哎，对不起，我自己消失啊。马后群众在哪里呀？哎，这样出场倒是挺特别的啊。我看他根本是虚有其表啊。你怎么样？把那小子盯紧一点。在哪里呀？在哪里？
哦，阿玛尼西朋友，阿玛尼格尼，你好啊。哎呦，对不起，原理会说国语啊。哎，自己人，还没请到贵姓大名。你好啊，朋友，你连赌钱都要蒙面，看来一定不是好人啊。哎，朋友，你不要误会，我妈叫我一定要做好人。荷官，荷官，是，快发牌了。啊，你在干嘛？为什么不盯着我看呢？啊？哥 ，You are beautiful。你是不是有四条三？OK， 我狠下心来，把自己都给赔进去。如果你赢的话，那我的人就是你的了。我跟，我跟，我跟。开牌。泰国丹富鲁，意大利三七两队，泰国赢。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Damn it, 可恶！哼，我同花顺，锁哈。报告了。无理单独。你真逊呢，干脆回乡下种田吧。哎，别打了，你要打我帮你。澳门代表赢。哎，贝小莫，哎，我求求你，千万不要跟，千万不要跟呐！如果你不跟，我跟搞乱会挨饿的。哎，我求求你，你不能在这边胡闹。你给我让开了，贝小莫，我求求你不要跟，不要跟。我说了啊，哎，说了。我说你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好不好？AK 两队呀、啊，完了，开牌啊！一二三四五顺子，香港胜。嗯，实在是太残酷了。哎呦，想帮你都帮不了哦。现在进入最后四强的都可以说是高手，但是香港代表 God bless you， 他给人有深不可测的感觉，他这样叫人不要跟真是非常难得，相信会成为记者争相采访的大热门。矮的沈阳昭吧，你对他还有什么批评啊？恭喜你啊，世侄啊，恭喜你了。太缺德，我要退出了。退出啊，可以，我无所谓啊。不过要当众亲下你的小弟弟。这么狠，不割行不行？不割就用果汁机把它打成汁啊。不炸行不行？不炸就给狗咬了。哇哦，雷太，你哪找的傻小子帮你啊？我不认识他，我还没跟你算账呢。随时奉陪。刚才为什么那么害怕？啊，没有，我只是头发有点乱，我担心我的造型不好。好面熟啊！啊，哎呦，你好厉害，蒙着脸你都认识我。色字头上一把刀，好学问。小心点啊！啊，弟弟，一把刀。原本他干嘛跟你说这个？哎，你要去哪里啊？那里是男生厕所哎。哎，各位冷静点，听我说，我呢认为我自己这次一定会赢，绝对不会输的。那些跑龙套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。
干嘛这么臭屁啊？哎呀，反正我蒙着脸，没有人认识我，我要怎么说都行。哦，那就尽量臭屁没关系喽。哎，各位各位，赌神的幸好及早退休，要不然一定会被我们干掉。啊，喜欢看哪个导演的电影啊？啊，我个人呢最喜欢看王晶的那些。哎呀，王晶那个没格调的干什么？提提王家卫嘛。王家卫的电影。五位哟。王家卫到底是谁啊？我怎么都没听说过呢？提他才够高级嘛。你叫那么多记者来干嘛？他已经很受人瞩目，这样会累死他们。我要他变成大热门，如果不是这样，人家都会盯住我。我跟山口组的世界各地的生意又怎么能够赚钱呢？你还扯上国际黑帮？我的事你不要多管。怪不得我听到风声，国际刑警已经注意你了。那又怎么样？他们又能奈我何？缘分。我叫你去迷住他，假装一下，等我赢了世界赌王大赛，我们就可以去环游世界了。去，快过去。你竟然叫你自己的女人去欺骗另外一个男人的感情，你变得太多了。我又不是叫你跟他上床。喜欢什么样子的女孩子？我喜欢凹凸有致的。哎，缘分。哎，各位，那位小姐就是赌圣先生的梦中情人。现在已经不流行地下情了，我跟赌圣是好朋友。虽然本届赌王大赛我也代表澳门参赛，不过呢，我也下注赌赌圣先生赢，可别说我没有给你们暗示啊。姐姐，谁欺负你啊？是不是那个 Michael Jackson？ 不关你的事，我替你报仇。嘿！哇！哎，佩哥，不关我的事，不关我的事啊！我不是蒙面超人，你听到了没有？好好好！赌王大赛已经进入准决赛了，现在在牌桌上的就是澳门的雷泰，还有美国的泰森。但是下一场就更精彩了，由香港的赌圣对泰国豪进。你们看，赌圣还没出场呢，后面的赌民已经叫到声嘶力竭了。所以说啊，蒙面赌圣可以说是人气相当的旺。你们看，连纪念卡都有。哎，可是我听说这个泰国的豪进啊，他有勾魂折魄的本领啊，他的对手只要一看他的眼睛就会缩牌，所以赌圣会不会赢啊？是。四张 S。是。哇，没事没了。啊，没问题，慢慢来，一个个来，别急啊。一定要赢啊！把笔还给我。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发呆。不要急，不要急。我干掉你，我就跟你姓葛。不要摸我，我先就去了嘛。哎，不要摸我，不要摸我，元子，不关我的事，他摸我，不是我摸他的。我知道，你专心的好好赢这一场，晚上我给你庆祝。没问题。嗯。哇哦，愚公移山呐！愚公门前有座山，大家路上我去赌了。请问要什么？你问我。哎，我要来一杯石井水果西米露加石井水果加西米露，谢谢你。你好漂亮哦。你不要那么紧张好不好？放轻松点，我又不会吃了你。啊，你不吃我，倒不如我请你吃一个胸前两个大汉堡，酱汁洋葱加黄瓜，起司生菜加芝麻，大家吃了笑哈哈。哎，一对二，真说话。200万。我跟。你对谁说话？500万。刚刚把灯都关了。
你跟不跟呢？你也不希望我输钱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如果我跟你就注定了，我有三张二，我不跟了。阿哥，主持人先生，什么事？没事没事，我想看我的西五路做好了没有。你不可以离开牌桌。哎呀，没关系，先发牌，马上回来。哎哎，快快快！你刚刚被他催眠了，千万别看他的眼睛啊！啊，我跟他赌博，又不能看他眼睛。你看他就输了，你输了我的饭碗，咬你小弟弟。那怎么行啊？好，我有办法了。何官，那边西米露我不要了，发牌吧。我一定要把霍基在我脑海里面的印象完全改变。你说话啊。你说话呀、100万。好，我跟。还是你说话。哎呀，500万了，我跟了。救命啊！又是你说话。我说了。哎，你一看到我就想吐，这算什么啊？我好恶心啊！大姐，你到底要不要跟呢？不要。你说我该不该跟呢？哎呀，也真要命，早知道就变个漂亮一点的。好，我跟你说了。我有3张10，你呢？哎呀，我有3张 K 了，我一看到你就恶心，你快滚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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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到底算不算男人呢？香港胜。各位，现在决赛的对手已经出炉了，就是澳门的街头赌霸雷泰对香港的蒙面赌圣 God Bless You。我看没什么好考虑的了，直接下大注买赌圣赢。我看没那么容易吧。这种事没什么容不容易的，你还是吃香蕉吧，矮子。有种就买我赢啊，输了我算你8折。哎，对不起，都已经搞到这个地步，下次能不能赢都还不知道呢。不行啊，一定要赢啊，不然我放过咬你。要放过咬我，你不会赢啊。你是什么东西啊，在这胡说八道，现行拳。你怎么了？哼，别紧张，小光头他只是晕倒了。你是谁啊？这是我的名片，我叫龙七、是国际刑警的特别调查员。龙七，先帮我保管。也许你比较熟悉家中龙五的名字。哦，我知道我知道，龙记乳鸽我最喜欢吃。不是卖乳鸽，他是赌神的好朋友。哦，赌神的好朋友啊。我们国际刑警已经注意雷泰很久了，他跟日本山口组有勾结，操纵世界赌王大赛的外围盘口。你本身已经是个大热门，他还故意把你捧得更红，但是到了决赛他不会让你赢的，他会找人蒙着面装成是你。你胡说八道。我没有胡说八道，他早就跟日本、韩国、台湾的地下赌场有勾结了。只要他一登上世界赌王这个宝座，他就会利用他的名气在各地大搞非法赌场，到时候不知道多少无辜市民的血汗钱被他骗走。他赢的第一张王牌就在你身上。我大师兄没这么坏，不会这样子做的。你好好想一想，怎么可能这么容易碰到这么好的人？没有，你最好赶快考虑清楚，打个电话给我，
我希望你跟国际刑警合作，一起对付雷泰。你说要对付谁呀？总上，你好自为之，后会有期。滚！阿哥，不要听别人胡说八道。先回去吧，我会照顾你叔叔的。谢谢你啊。别客气。你跟小龙先回去，不要想太多了。准备做世界赌王吧。真的假的？我看你这样子不太诚恳呢。我很诚恳。哎呀，我们走吧。王八蛋，要我做出很诚恳的样子给你看吗？阿泰，国际刑警已经找上门了，你受伤吧。我怕什么？我很快就是世界赌王了，用大脑想想。你疯了，你再也不是我以前爱的雷泰。你想打我？打你又怎么样？谁都不能阻止我。乖乖给我待在这里。在哪里？他回家去了，明天他自己去会场。哎，喝杯水啊。好，谢谢啊。哎，对了，那个国际警察说我在帮坏人做事，怎么泰哥是坏人吗？泰哥当然不是坏人了，他每次吃剩的东西都留给乞丐吃，每天还派杀手去消灭黑道分子。还有啊，初一十五他说吃斋念佛，泰哥是好人，他不是坏人。可是吃素未必是好人呢。我妈说啊，叫我到香港来，千万不可以学坏。做坏人其实不错，又能够赚大钱。这世界真不公平啊！哎，蝴蝶，蝴蝶，蝴蝶，显得真美丽呀、啊！哎呀，啊，这两个馒头接走。啊！不管我的事，是他是他，救命啊！我给你围观。喂，妈妈。免费送你的。真是没用，不止这样，他想强暴之后再杀我。哎，姐姐叫你快点走。为什么？因为雷泰要杀你。雷泰，小心！你站到后面干嘛？你的后面有杀手啊。那怎么办？保持这个姿势，我们慢慢走出去。好。你怎么还不走？见好祝福。你快点走。不要。我出去以后，让你逛三分钟。好吧。姐姐这样子都行。女人真善变。哇，小龙，你看，好大的锅哎！是啊。哎，九点了，你看，九点喽。我看不到。哎，我抱你起来看。不用了。哎呀，我抱你嘛。别想占我的便宜。小龙，去那边看一下。哦。你晓不晓得你现在很危险？雷泰为什么要杀我？因为明天就要决赛了。他知道自己不是你的对手，
所以只有杀死你，他才能当世界赌王。而且他还怕你会跟龙七合力来对付他。要是让雷太知道你救我，你不是很危险？我早就知道了。我刚到香港，第一眼看到你，我就认定是你。那关音乐室真的好灵啊！我自己鼓励自己，无论我怎么辛苦都没关系，我一定要跟你结婚。嗯，你干嘛不开心啊？嗯，我们结婚之后，你应该会很开心才对，是不是有人欺负你？哪一个？你告诉我，我来教训他，剥他的骨，挖他的心，断他的腿，我知道你对我割他的肉，我。你是个好人，可是有句话，我不晓得该怎么跟你说。对不起，我想告诉你，我从来都没有爱过你。我没事，没关系，没事。要不要面纸啊？要。可是我放在家里忘了带出来。你跟我开玩笑啊？笑一笑就没事了。我们走吧。不要，再多待一会儿吧。不要破坏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哦。还不到三分钟啊。我想我不习惯这里。你还是回乡下吧。我会记住你的。怎么转停都不停啊。哎，十块，加点20块。回乡下都这么辛苦。缘分被豪基所擒，有生命危险，快到大楼冷冻仓库。哎，要不要到大陆啊？哎，下一次吧，忍者归来了。你们这群坏蛋，缘分，我来救你了。这个大陆仔想开溜，你能回大陆，我就跟你姓葛。嗨，那你就不要叫雷太，叫葛胎，怕了吧？你射得还真准，一打就打中我的逼逼扣。没子弹了吧？你的子弹都在你的肚子里，出来。大家一起上，不要给他机会。姐姐，缘分，你疯了！我没想到你这么卑鄙。他都要走了，为什么还要杀他？你没事吧？明天我就是万人敬仰的世界赌王，我不容许任何人有破坏我这个形象的机会，所以他一定要死。阿哥，你没事吧？嘿嘿，我没事，我不会让你杀他。缘分，你别动。缘分，为了我们将来的幸福，我一定要杀了他。哇，用这老套子骗女人啊！女人的心一变就改不了了。你闭嘴！
我现在过去杀他，你有种就一枪打死我。原来你慢来啊，不要逼我。阿哥快走。哎，我不能说走就走，这里这么偏僻，至少要先叫辆计程车。你真喜欢这个大路仔。哎，什么叫大路仔啊？泰哥，听说两年之后你也是大路仔。好，我不杀你们两个，你们走。哎，对了，这里有三个人呢，你要放哪两个你要先说，免得以后我们见面会尴尬啊。那柯杰森快走吧。阿哥我们走。真是真的 God bless you。 早知道我刚就先走了。给我闭嘴。一夜夫妻百日恩，我不会亲手杀了你。你这么喜欢这个笨蛋，我成全你，把你们冻成冰棍。关门，调到对了。是。元芬，你还没帮我生儿子，你不能够死啊！你要撑下去，我明天能够出去的。青青，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好喜欢你啊，求求你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照顾你一生一世啊。对不起，我是真心的。我有急事打电话。等一下，你没看我正在讲电话。我要救人啊。我现在就叫你求婚。那我先打好不好、啊、行不行？拜托、拜托不行。哦，青青，我真的好喜欢你啊。我国际刑警龙七，哎呦，我再起三温暖，我好冷啊！月份，你很冷吗？我脱件衣服给你穿。你抱紧我。你流好多血，你要撑住，我们一定能够出去的。你放心，我只要用功力，你一定能够撑下去的。你要撑住啊！你不要再发疯给我了，这样你很快就会失去功力。不要紧。不行。失去功力就没办法对付雷泰。你放心吧。不好了，阿哥。你不要吵，男人做事，女人插什么嘴？啊，玉芬，你怎么了？你要撑下去，你不能死，你是我唯一的精神支柱。玉芬，玉芬。你打左边六个，我打右边两个。开玩笑，我小孩子怎么可以打六个？那你打两个，我打六个。好。
你也不差。姐姐可能在那边，你们过去。嗯。姐姐，您怎么样？你跟我把他送到医院去。走。嗯。啊，麻烦大了，麻烦大了！哎呦，以前阿星就是这样，现在阿葛又是这样，一到紧要关头就一定要失踪，简直害死我了。时间到了，你再不去，雷达就成为世界赌了。我的功力恢复还不到七成，去了还不是没用。我要留下来陪缘分。如果你不去，缘分挨的这一枪就太冤枉了。你去了，你留在这儿也没用啊。缘分，如果你要我去的话，你就流一滴眼泪吧。我记得我以前看过的电影都是这样的，没眼泪。今天的世界赌王大决战，香港的蒙面赌圣可以说是一面倒的大热门，无论在声势或实力方面都是，所以英国和日本的赔率都是一赔二，就像世界杯的巴西队想输都难呐。哼，你看看他到现在还没出现，你再看看雷泰坐在那儿多帅啊。正所谓绣花枕头重看不中用，冷门归冷门，我看你多少买一点吧。如果我输了，你有多少香蕉我都把它吃下去。真的吗？啊，那你就吃这些吧。根据本届大会比赛的规定，迟到就算输，绝对不能超过一分钟。哎，蔡哥，自己人嘛，叫大会他们延迟十五分钟再比赛。反正呢，你也是出来假装输给阿葛的。你是哪位？我不认识你。怎么，你假装失忆症啊？啊？保全人员，把这个人赶出去。哎，蔡哥，你不要玩心了吧。蔡哥，你在搞什么？我认识他，我真的认识他。国际裁判，如果赌圣迟到的话，我要求你判我赢。还有四分钟。你的什么表？现在还有五分钟。你的表坏了。放开我啊！走，不要乱来。没有啊！我随便说说，我随便说说的嘛。还有，你不要跟我走啊！现在时间已经到了，根据比赛规定，任何一个参赛者不能够准时出席，就当做弃权论。我现在正式宣布。住手！挡一挡！啊，杜克拉斯！聪明聪明，我最聪明。各位观众，你是不是想要得到奖品？想要吗？那就打电话给我，答对问题又抽到你的话，这些奖品就是你的了。试试啊，你想吓死我啊？喊叫来咬我。现在双方的面前都有1亿美元的筹码，每一个筹码是100万，是他们初赛和复赛赢来的。
换句话说，今天诞生的世界赌王会独得$2亿。裁判，他是什么人？又没有戴面罩，怎么能证明是蒙面赌圣呢？好啊，你喜欢我蒙面，那应观众要求，我就蒙面给你看看。耶呼！哔哩吧啦，哔哩吧，哒啦啦啦啦，哔哩吧啦，哔哩吧，哒啦啦啦啦，噔噔噔，哒啦啦啦啦，哔哩吧啦，哔哩吧，耶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他不就是蒙面赌圣？你能证明他不是吗？我下注赌赌圣赢，英明。如果不是你想要控制外围盘口，把我捧成大热门，你现在可能就已经是赌王了。不过我现在要拆穿你，我拆穿你呀，我拆穿你呀，拆穿你以后参嘻嘻。赌圣先生，拆穿你呀，场内不准唱歌跳舞。哦，对不起啊。你以为你特异功能很厉害吗？我们两个距离那么远，你要多用10倍的功力才能知道我在想什么，更何况拿出来。拿什么东西出来啊？啊，我申请进入这个箱子，这箱子可以发出干扰电波，又不受其他电波入侵，我看你怎么看我底牌。没事。怎么现在这里流行棺材里面装麦克风啊？请问里面有没有装冷气啊？啊？废话少说，发牌。这么厉害吗？虽然我的功力只恢复了一点点，没什么把握赢的，可是这一次我真的豁出去跟他拼了。想看我的底牌，给钱呢。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那就继续啊。S， 请说话。我叫5块，谢谢。领奖找给我。最少100万。那就100万吧。我再加1000万。啊？好，嘿嘿，既然大家都是年轻人，我跟了。他可能是要买顺子或童话，我一对 OK， 让我吓吓他。我错了。再加这只手表，王八蛋想出怪招，好牌不可能耍花样，分明是偷鸡。我 S 和 K 可以买同花和顺，机会比他大。好吧，你想输得快点吧，我成全你。缩了，很没有技巧啊。哎，不过很有个性，全缩出去了，踢到铁板了，矮子。小子，一对 S 没有用，我如果顺子和同花你就完了。雷太，你干那么多坏事，你还有你会那么幸运呢、啊、啪啪啪啪，你就不敢来了。看我的，我有神功护体，防护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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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抬过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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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死了吧？还没死，等着瞧吧。紧张的时刻到了，各位观众，你们猜我这牌到底是什么呢？这位小姐，请说。3条 S。三条 S。这位先生，请说。布鲁。哎呀，布鲁，好眼光，恭喜你啊！各位观众，请说。布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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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布鲁。紧张了。不要紧张。哎呦！啊？这是什么？你不会是同花顺吧？
不是，但我有顺子，这样就想赢我了。你最多三条 S。 我可不可以换一张牌啊？你快点开牌呀、啊！开牌，开牌，开牌。姐姐，他现在已经脱离危险时期了，他有一句话一定要告诉你，我把他给录下来了，你看。阿哥，经过这么多事之后，有句话我想跟你说。哇，他会说什么呀？我爱你。你不要那么冲动嘛，又不是拍文艺片。黄浦送来方法之力，鸡皮疙瘩飘一地。我来了，我心头小鹿乱撞。哎，我终于抓到我的蜘蛛了。你快点开牌，不要再扮小丑了。我全错了。对不起，你已经说过了。啊，留到下次吧。对不起哦。哼，现在你可以开牌了吧。完了，一定要有三条 S 才能够赢他。现在只有一个方法，趁现在功力这么强，只好试一试了，搓牌吧。哎，搓牌啊，搓牌啊，最高境界，搓牌啊，搓牌啊。你最大的是老 K， 你回家睡觉吧。你先跟我出去。切！你先跟我出去，你就是 S， 跟我出去。卡哇邦嘎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裁判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你可以宣布了。现在宣布，第二届世界赌王就是蒙面赌圣 ，God bless you。
我是国际刑警，我来抓你。恭喜你啊，赌圣先生！哎，您的这场比赛之后呢，心里面有没有什么感想啊？请你发表一下，好不好？已经赢了比赛了，早上几时结婚呢？日子选好了吗？什么时候生孩子啊？我明天结婚，昨天就生儿子。哇！哦，哎哎，是职是职啊！这个是青年日报的总编励志先生啊，他想要访问你啊。狗仔队的老板？哎，他真是给面子啊，要亲自访问你。为了读者的需要呢，我来向你求证。我们查到了你早就跟缘分小姐同居了，而且还生下了两个儿子，一个女儿，还跟达叔有暧昧关系。所以我们已经派人到你的家乡去了，拍下你妈妈跟他暗中偷情14年的情节，还拿了他的血去验，看看你是不是他的私生子。你承不承认啊？你不承认也没关系，我还是会登的。三叔，我回来啦！老天有眼，明察秋毫。老妈，我成功啦！哈！你听着啊，叔叔带你去赌场啊，好好赌一下，把他们钱都赢过来。来来来，带上带上。为什么？哎呀，现在蒙面，下次就不蒙面，这样就可以赢两次啊。奇怪了，为什么这次不蒙，下次蒙啊？下次轮到我蒙面，一人一次啊。猜啊，对不起啊，泰哥，人家玩牌你玩蛇，这个牌像蛇一样扭来扭去，扭来扭去，你的牌呀、啊、都被我看到了。你一张 K， 我一张 S， 你一张6，我一张8，你一张7，我一张4。哎，叔叔，你要是输的话那怎么办呢？啊啊！我要是输了呢，这只霹雳无敌威震四方的绝代名表就送给你了。啊！各位观众，哎，还是 K， 他生气了。你骗人！我没有骗你啊。